这个大哥坐那儿挺帅的。特别吸引我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，长相也特别有 swag， 然后坐在那儿也不说话，然后就，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。哎，是大神吗？是。别让我的感觉错了。错不了。抱歉，哎，你不来我站队啊？这就是他喜欢的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先拉个钩，到时候选我站队。啊，都拉了，都没办法了。好好好。哇！真的吗？所以我的选择是这边。对不起，我的选择是这边。我还这边。但我给你，好吧？谢谢。我获得一票。恭喜杨文浩晋级，辛苦辛苦了。其实这是今天我看了所有舞台当中最烂的一个，我特别失望，特别生气，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。我其他的房间我也不去，我就这一房间，还让你黄子韬，恭喜，吓死我了。
吗？我的选择是杨文浩。恭喜杨文浩。这世界很酷。